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葛国光老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啊再一次的一同来查考约翰遗书。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约翰遗书第五章第六节到十三节。第六节到十三节讲到神的见证。我想我们今天如果是信主的人，可能。 一开始的时候，你常常会被人家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信耶稣？这个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问别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基本，但是你不要小看它。这个问题，它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到底是什么因素来使得我们相信这位耶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去做见证。那这个见证是什么意思？见证就是指的我看见了，我经历了，然后我诉说给你听。所以，同样的，人今天要介绍一个好的产品。 或者是说，今天有一个公司，他要卖一些药物，他一定找一些人来做所谓的见证，说：“哎呀，这个减肥药真好啊，我吃了之后三个月就瘦了二十公斤。”哦，那你一听觉得哦太好了，我也去买来吃。所以很多人就是听这些所谓的见证，这是人的见证。 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信耶稣，很可能我们是听到一些我们认识的朋友、亲人、同学他们怎么信了耶稣的见证，以至于使得我们也去信。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圣经，我们要来思考，不单单是人的见证，更是上帝亲自的见证，来见证这位耶稣，他。 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也是约翰在写这卷书信的时候，针对当时候的异端，所反复一再强调的，他们的问题所在，也就是他们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让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十三节。 找到之后，请我们一起来练。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 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 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们看这段圣经里面，他一再的提到见证，他提到这个见证，他说：“你们因为人的见证就相信了，那么岂不更因为神的见证而相信他吗？”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探讨，到底什么是神的见证？他在这边首先提到。 三件事情，他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边提到耶稣基督是借着水还有血，然后接着又提到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讲到这做见证是有这三件事情，而且这三件事情也都是一件事情，也都归于一。那到底是在讲什么？ 这段圣经，有的人实在是读来读去就觉得很不清楚，也有人把这个圣灵啊跟这个水跟血啊解释的有各式各种不同的解释，好像把它弄的是很复杂。其实归纳起来，这里的水呢，就是指的主的受洗，而这个血呢，就是指的。 主他为我们受死流血，所以我们看见，当主受洗的时候呢，在圣经上里面也记载着说，那时候有鸽子，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那么你看到没有？所以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有圣灵降临来给他做见证，来作为凭据，来印证他是神的儿子，并且这个声音随着就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提到说：“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的比较圆满的解释，这个水呢。 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的受洗，而这个血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所生，这件事情，指的他的受死来说的。那么圣灵呢，就是在耶稣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来为神做见证，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同样的。 圣灵也在耶稣他这个死了以后第三天叫他从死里复活，以以那个神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三样就是水、血、圣灵，我们如果来做整体的来看呢，我们可以说这三合一的见证就是。 透过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真正的他为我们受死，他受洗、受死，还有圣灵在他受洗后所,所做的见证，这无非都在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位主他在地上他所经过的这一生，特别是以他的受洗、他的受死，还有圣灵的见证。 来看见，说他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让我们再一次重新来回到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到底，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所传的耶稣，我们所传的内容是什么？保罗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他也再一次的让我们去明白，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福音是指什么。我们常讲，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传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就是神，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福音的起头。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这样说。 是的，他就是福音的起头，也就是说，他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的核心。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短短的这一句话，保罗一再的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我们所信仰的这位对象，耶稣基督。我们前面在一再的提到，耶稣是他人性的一个表示，基督。 是他神性的一个表示，所以耶稣是基督，就指的说，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真是道成了肉身。他原本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道成肉身，他真正的来到这个地上，他不是只是一个幻影，像这个诺斯底主义所说的，他不是一个幻影，他乃是真正的在这个地上。 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面了，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耶稣的受死，耶稣的流血，耶稣钉十字架，这还不够。保罗提到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说，他提到耶稣是从他的一开始，他成为人的样子，也提到他受死。 也提到他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显现，而且显现给五百多人看，然后也显现给保罗。他说也显给我，他认为他自己是使徒当中最小的，显给他看。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他仿佛是像一个目击者，像是一个见证人一样，他在叙述着耶稣基督他的整个的一生，就是他亲身所经历、亲眼所看见。 也是他亲手所摸过的，这又像约翰在写《约翰一书》，一开张名誉第一章就这样说的：“我们像你所传的这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所看过，亲手所摸过，也是我们亲身所经历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我要将这个福音传给你，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自己经历了这位耶稣基督？ 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你我的罪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并且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吗？你也真正的知道，相信说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如今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他还要再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就在等候。 也在预备耶稣基督的二次再来，所以我们在地上努力的做见证、传福音，就是在预备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虽然我们今天看见约翰一书所讲的都是蛮基本的，但是不可否认的，这样子的真理，却也是今天神家中。 教会里面渐渐很忽略的一件事情，在我多年服侍、牧养教会、宣教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深的感感慨：，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对于基本的信仰是非常的陌生。圣经版本越来越多。 很多时候，家里面不仅仅有中文圣经，还有英文圣经，中文好几种版本，英文也好多版本。不仅仅有的人还读了一点希腊文，所以还有希腊文圣经、中英文对照圣经。我们简直是现在是资讯发达到一个地步，我们圣经都可以开店了。但是有多少弟兄姐妹？ 我们对圣经神的话语认真的下功夫去读，并且对我们基本的信仰的根基搭下了一个良好的根基呢。我想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所以在第五章第六节到十三节，这边就提到水、血、圣灵三合一的见证来见证。 也就是从耶稣基督实际上面的在地上曾经经历过这些，圣灵也亲自来为他做见证，来证明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那么接着在第九节到十四节，就是上帝亲自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我们来看第九节到十四节。 这里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 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哈。我们注意看这段圣经里面，他提到说：“他说我们既然领受了人的见证，那么神的见证，我们就更该领受了。这是非常合逻辑的。如果人跟你说，你都相信了，更何况上帝亲自跟你说了？那你要你马上就会问了、啊：什么叫做上帝的见证？什么叫做神跟我们说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回到在四福音书里面提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那边提到说，当受洗的时候，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上帝亲自的来见证说：“这是他的爱子。”那么，另外在耶稣受死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五十节到五十四节那里边也讲到说。 天地都昏暗，磐石崩裂，甚至连百夫长也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当时候连天后都改变，连整个的磐石都崩裂，好像天空一阵的黑暗。神亲自用这样大自然的一个变化来见证，以至于连百夫长都不得不得从他心里面说。 这真是神的儿子啊！这就让我想到说，这些年来，天灾地呃呃这个地震呃，这个饥荒，各式各样的这个自然灾害越来越多，就仿佛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了。我们只要看到这些大自然的这些的灾祸频繁发生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真的是会感觉到。 哦，主快来了！同样的，当耶稣定时之架的时候，连天地都发生变化，以至于上帝亲自用这样子的大自然的变化来证明这是我的儿子。那么，另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也提到说，神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 所以我们看见，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以圣经上说，是圣灵以复活的大能，圣灵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也看见，他又将他应许的圣灵赐下，使得教会能够今天。 有能力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既然神亲自替他的儿子做了见证，所以呢，他说：“神都亲自做了见证，你怎么还不相信呢？如果你连神的见证都不听、都不相信的话，那么你岂不是把神当作是说谎的吗？意思就是说，神他是不会说谎的，他是真实的，他是真神。” 他是那个真实的那一位，他说话不会说，他不会讲谎话的，你怎么能够不相信他呢？那么最后，当约翰讲到这个地方，他最后就说：“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而这个永生也是在他儿子的里面。” 换句话说，他讲来讲去，讲到最后，他要讲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要确知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永生，因为这个永生就是在神儿子的里面。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神儿子，不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 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我们就与神无份，我们就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就不是属神的，我们就不是基督徒。这又再一次的，一方面是驳斥了当时候的异端所提出来的问题，同时今天也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他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反省。 我们是真正的神儿女吗？我们真正的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吗？我们对于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呢？这个永生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里面讲永生，我们以为我们也知道什么叫永生。 但是，实际上面我们却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很多人信耶稣多年，但是他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永生。如果真理上面我们不清楚，当然我们就很难信仰的清楚。所以，什么叫永生呢？我们在前面曾经略略的提过，这个永生就是。 使得永恒的生命。那么，这个永恒的生命，也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换句话说，就是神的生命。因为，如果这个生命不是神的生命，其实永恒不见得是好。如果今天我们在世上短暂的五六十七八十年， 很多人都觉得人生如苦海，很多人觉得在世上过得实在是不快乐。梁启超说：“人生十之八九都是逆境，人生既然活着都是逆境，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如果七八十年都活得不快乐，你希望活得长久吗？所以。” 单单讲永生、永恒的生命还不足以让我们羡慕，让我们想要这个生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不单单是永恒的生命，而这个永恒这个特质是只有上帝他有。而这个永恒所代表的就是神他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特质，而这个生命是一个胜过世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 在苦难、在患难的中间，能够有平安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使我们能够乘风破浪，越过人生许许多多的难处的这样子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也是使我们在面临到一切的打击、挫折、忧伤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充满盼望生活的这样子的生命，而这个生命。 是需要从信心而来的。我们是因着信以至于信。保罗这样说。换句话说，从我们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且，我们也因着信。 持续的这个信心增加，持续的这个信心成长，使得我们对神的生命、对神的呃认识越多，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也就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增加。这就是整个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所要表达的一个观念，因为他来了，耶稣来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得着这个生命吗？有神替他的儿子做见证，你得着了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你需要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因为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了见证。我自己的这个姐夫，多年以前，他本来是一直都不信的，我的姐姐跟他传福音。 也信主很多年，但是他就一直没有办法代理姐夫信主。可是姐夫就在他人生的当中经历了这个呃呃一些呃重大的一些呃事件，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整个人谦卑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有一年，当我回去家里面跟他谈起信仰。 过去跟他谈的时候，总是只能够在理性当中来分析，理性当中来谈论。但是那一天，我就告诉他说：“姐夫，好不好？你凭着信心来进入走进这个门，你试试看。”那一天，他就单纯的凭着信心，跟着我一起谦卑的认罪，然后呢，把耶稣接到他的心中，他重生了。 他真正的经历了这位神，当他信主之后，他热心的去跟别人做见证，盼望你我也都能够这样子的信仰这位上帝，并且也为他来做见证。